放布这个徽州宴，遛狗吓人的事件全网声讨的后面，结局网民在抱怨，事情过去这么久，等来网红为祸首，说是女孩的过错呀，拉人劝架想着丑，网友听宣的后面眼睛大跌到底线，以为盼来了说法呀，评论下面自己看，我没文化都能懂，偏心坦腹明显有，害怕我们把闹垮呀，企业工人吃没有，群众呼声是正义，言论自由不可替，网友要的是公平啊，报道不服不满意，试问谁人不犯错，说实偏向有点过，群众心里没想过，媒体不分对与错，报道后太不好，看完摸不到头脑，以为媒体有惊喜啊，结果让人想不了，网红胡编乱改造，专家评语真是妙，如果没激群众怒啊，流量我们蹭不到。遛狗语徽州宴，说说群众的意见，媒体报道有露面，指责我们没底线，可让我们犯了难，咱们群众快失眠，咋想想都不明白，压根口误没波澜，都怪女孩爸着急，上门理论去评理，事件如何砸引起，两方过错没问题，谁对错不要紧，都被拘留没问题，不懂事被拘多久啊，并条保释成问题，报道越说越不懂，空洞无味错没有，出的内容怨所有，重点一句都没有，群众关心纳税是百元纳税是不是，网上传了这件事，公布一下也没事，人人都会有犯错，说话真的有点过，冲动真的是魔鬼呀，惹下不该惹的祸，做人千万别嚣张，低调做人别去装，不分是铁还是钢，早晚一天得遭殃，我们做官咋发展，公道自在人世间，还是关注下民意呀，以免众怒心不甘。新笑傲江湖来了，这是一款大制作的国风武侠人气手游，有多人副本、血库绝学、侠客抽取、玩家 PK 等环节，坐拥百万玩家，操作简单，游戏人物制作精细，各大派别如舞刀、无相、横山、华山等等，各个门派更是拥有专属技能，全新版本今日公测，现在下载游戏就送侠客10连，东方不败令狐冲一发入魂，快来试试吧。